城门日日无数洒，何必珍珠为寄养？明珠千湖又算得了什么？江彩萍所求的，从来不是这些。陛下曾许臣妾三个愿望，如今这第三个愿望，就请陛下赐臣妾一死吧。据说，释迦牟尼入屋的那棵菩提树，妾生是一个爱他的女子，毕竟希望来世你可以成佛。是幻影，世间知我者，皆是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情之一字，或许只有不懂，才不会痛吧。这大明宫的月色，真让人又爱又怕。不过，纵然只是一枚棋子，婉儿的心从头到尾，只忠于羽皇一人。